皮色，它就属于那个娃娃装的裁剪，下摆就是这样子大的。对 ，baby 都穿，只要你的上围穿到腰跟臀部没有问题。问题还有这种娃娃装长度一定是这样子的，短的太长的话它就不好看了嘛，对就是会是这种的长度比较多。娃娃装这件呢，最主要是检查上围的尺寸穿到你的腰跟臀部没有很大的问题哈。它的面料啊是这样子有 texture 的啊。OK， 它是这样子有 texture， 下摆一样啊，是有这样子 embroidery 的款式，所以9090其实是非常很斯文的，非常便宜了，因为它还有这样子 embroidery 的款式，整件是绣花哈，还是有绣花的，对了，整件是富裕的来令，它绣花下半身整件都是有钱。主播穿 grey 是 M， 不是啊，主播还是穿 S。刚才助理穿的 grey 才是 L size 啊 ，sorry， 我是主播。OK， 我是主播，刚才穿灰色的是助理。OK， 助理是穿 L 啊，刚才穿灰色套装的是助理，他是穿 L 衫。袖子这边上连身裙袖子这边是这样子有 rubber elastic 的。OK， 前面整团有或是开的完，基本上这一件只要你上围穿到腰和下围不会有问题。不一定来临 ，OK， 转后面是这样子的。只要穿起来比较性感的颜色，带着我身上这个卡其色。Okay? S 数量很少啊 ，S 跟 XXL 的很多都是一到两件的，所以一样这个款式你要确保拿到的话，我要 inbox 下单拿、啊、全新的款式，然后价钱只是95哈，99。啊 ，sorry， 我看错了，我看到90，要怎啊？价钱是99啊，所以价钱99由厂家规定最低的卖价，因为我看到那个套装95的是刚才那个套装，对对对，95的是套装，这个连身裙是99啊，厂家规定最低的卖价99哈。给那些说我穿起来不想有约束感的，这件是非常的适合。当然你说要显瘦的话，肯定会是我身上的黑色，我是穿的 M 嘛，然后我的身高是160，穿起来是乞丐以上哈，所以说显年轻哈，这个长度，然后说显瘦就是我身黑色。那么呢，你们下单只要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，穿的是不会勒、不会压胸、不会爆扭哈。然后这个款式我的 M 啊，我看了一次啊 ，M 我是建议到上围是到94就是我的 size 啊。94就是我的 size 啊，因为我这个基本上我是接近平梁，还会有一留点空间，因为它面料都是没有弹力嘛，加上它是没纽扣，所以穿我身上其实还有空间的。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的身围是96的话 ，OK， 还是说跟着尺寸你是卡，你哪大不要哪小，不建议你穿这样子贴贴，它就是说一它会爆扭，二它会压胸，加上还是没有弹力，你像你穿起来如果太贴它会裂开哦。卡码必须哪大不要哪小哈，这个款式 OK 是雪纺面料来的，我是穿着 M， 只要上围穿到啊，腰没有问题，臀部也是没有问题哈，这个。这一期想要找这样子蛋糕型娃娃装，就是有这个款。其实我们很少会有这样子的款式，这样子的长度，所以我们这一期有两个短版的裙子。OK， 我身上现在这个是 light green， 比起它那款式，这个是有袖子啊，所以说把该遮的都遮完了。哎，这个如果是说你们喜欢没有约束感的哈，没有约束的，这个非常适合哈。基本上只要你的上围的尺寸刚刚好，我们提供的尺寸还是没有超过，都不会造成爆扭。就算是94，就像助理讲的，他 M 在94，助理的上围94，穿上去不会爆扭，不会压胸。OK， 我身上的 lime green 纽扣是开的，完后面是这样子的 embroidery 的 part 啊，前后的下半身都是有 embroidery 的 part。OK， 来，我去换黑色给你们看一下。主播身上那个比较时尚的颜色就是 lime green 哈 ，OK， 三个色给你选啊，这个、性感。是那个卡其色吧 ？OK， 九一年的是卡其 S 流了，已经算是久违了的娃娃装了，因为我们真的好久哈、啊、没有就是来自这个厂家的娃娃装方面哈、啊、的款式，只有这个厂家会比较多、啊啊、对对对，所以别人常常要找娃娃装啊，只有这个厂家它的款式会比较多，也不多，可能一年就是那几个款式吧。可是它每次它娃娃装都会卖爆，为什么？因为比较少钱的厂家有做，然后就是说上身它会有曲线，可是它是有约束感啊，这个哈。面料上身很舒服啊，很凉爽的一个面料来了，然后不用担心痛的问题啊，它是有 inner lining 哈，这个 inner 了、okay. 对了，加上它是雪纺，它必须要有 inner 哈，这个袖子没有啊，只是袖子的部分是没有 inner lining 哈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不用担心你的袖手臂出进不到啊，它手臂那边是可以拉伸哈，
手臂是有 rubber elastic 的，袖口洞是有 rubber elastic 的，袖口洞这个 part 是有 rubber elastic 的。最显瘦的颜色就不用多说，一定是黑色 ，OK？ 黑，想要比较特殊的颜色有这个 lime green，OK？、Okay? 比较性感的话就有这个卡其 ，X 到 XXL， 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，助理是穿 M， 然后我一样是穿得到 S， 是黑色 M 流了。娃娃装这期就比较少有的款式，久违的款式哈 ，OK？ 没有，那我就换下一个款。下一个款 ，basic 款的上衣两个色而已，应该助理也是穿 S 啊。我穿 S 啊，它力比较大，这个款式。